1月11号是中国新武器公开日，网友没有等到万众瞩目的轰20，而是等来了 WJ700 高空高速无人机的首飞。这款武器有多厉害？我们有请军事专家傅前绍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前绍。2021年1月11号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发的第一款隐身战机歼20首飞1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呢，航天科工集团研发的一款新的无人机也首飞上天。那么这款无人机呢，称为 WJ700 猎鹰高空高速无人机。它的外形很有特点，和航空工业部门过去研发的云影非常相似。它采用 V 字形的双立尾，动力装置呢放在机身的背部，进气道在后机身的上方。从这样一个设计来看呢，它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起码是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再加上机翼和机身之间做了平滑过渡，构成了翼身融合体这么一个形式。因此呢，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气动性能也不错，升阻比比较高。据说呢，它的留空时间可以达到20小时。那么20小时的留空时间在现在的一些中大型无人机里好像不算什么，但是留空时间20小时到40小时的很多无人机采用的是活塞式发动机或者是涡桨式发动机，而猎鹰这款高空高速无人机的动力装置应该是涡扇发动机。涡扇发动机具有较省油，同时推力比较大，推动比较高特点，因此猎鹰无人机最大飞行速度要远远超过像美国的普适者、普适者 B， 也就是 MQ1、MQ9 这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最大极限速度能够达到700公里，我想它的巡航速度应该在400到600公里之间。可以说和其他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相比，它具有飞得高、飞得快、航程较大、留空时间较长的特点。据说它的最大升限可以达到12000米。那么一般的以活塞发动机为动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你像普适者以及彩虹3、彩虹4、翼龙1，那么这些无人机呢，一般它的升限在4000到6000米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如果你给它换成涡桨发动机，比如说美国的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中国的翼龙2，它们的升限呢大概能够到8000-9000米，接近10000米。而如果你换装了涡扇发动机，它的升限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达到12000米。那么飞行高度高了，首先它的侦察范围就可以大幅度的扩展，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再一个呢，安全性相对比较高，因为现在的很多低空近程防空导弹，它的射高呢到不了12000米，一般也就是几千米这个射高，因此相对比较安全。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要比采用活塞发动机的这些平台更高一些，高一倍甚至2倍，因此它能够快速的抵达目标区上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WJ700 这款高空高速无人机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它应该具有很强的侦察能力，我想它有可能配备雷达侦察系统，比如说是合成孔径雷达以及光电吊舱，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对大范围内的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实施侦察。最关键的是它的挂载能力很强，最大挂载重量可以达到840多公斤。那么它可以挂载些什么样的武器呢？这些武器应该说非常有特点，像美国的普适者察打一体无人机，它一般挂载的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炸弹重量在50公斤左右，最大也可能就是90多公斤。那么这些导弹或者炸弹攻击精度可能比较高，但是射程比较近，威力呢相对也小一点。而猎鹰这款我们最新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挂载的弹药种类就非常丰富了，既可以挂载300多公斤重的空对地导弹，也能挂载100公斤左右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呢反辐射导弹。那么无论是哪种导弹，它们的射程呢都超过30公里，有的呢是75公里，甚至有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公里。那么它在
攻击地面目标或者海面目标的时候，本身的安全性就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和改善。那么猎鹰无人机所挂载的这些重型弹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它们居于什么水平呢？应该说居于领先水平。因为无论是美国的捕食者还是死神这些超大型无人机，它们基本上都不能挂载反舰导弹，而我们的很多中大型的无人机可以挂载反舰导弹，比如说100公斤级的 C701 反舰导弹，彩虹5也好，鹰鹰也好，以及这次刚刚试飞成功的猎鹰也好，它们挂载着这种反舰导弹或者是射程更远的空对地导弹，那么可以对敌方重要的目标，特别是海上目标发动精确打击。那么这种能力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具备，而且中国具备这种挂载反舰武器系统的中大型无人机还不止一款，好几款都具备这个能力。那么从而呢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能力，跟世界各国他们现在在研发的或者使用的这些超大一体无人机相比呢，在海上这个区域应该说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真正有能力管控我们香港海域的无人机只有中国的彩虹5、翼龙2、云鹰以及现在刚刚试飞成功的猎鹰无人机。我想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今后呢还会发展出更多个头更大、载重能力更强、挂载武器种类更多的、更先进的、具有隐身能力的超大一体无人机。这个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讨论交流分发。我们下期再见。